Line Music 是日本主要的点播音乐流媒体服务平台之一。近日，从 Line Music 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 ，TWICE 粉丝数突破95万，成为韩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达到这个数量的女子组合。紧随其后的是防弹少年团，拥有93万名粉丝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TWICE 也是首个粉丝突破50万到90万里程碑的韩国艺人。作为顶流女团 ，TWICE 在日本一直有着超高的人气。此前 ，TWICE 凭借今年7月发布的日本第三张正规专辑《Perfect World》，在7月28日获得 Oricon 日专排行榜冠军，凭借2019年9月发行的迷你八辑主打歌《Feel Special》，成为 Billboard 日本首支1亿流媒歌曲；凭借2019年4月发行的迷你七辑《Fancy You》的主打歌《Fancy》，再次突破1亿流媒，成为日本榜单上唯一一个超过两首歌曲达到1亿流媒的海外女艺人。此外 ，TWICE 还在日本 YouTube 内人气歌曲排行榜和人气 MV 排行榜都拿下第一的好成绩，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其在日本的超高人气。12月15日 ，TWICE 即将发布自己的第九张日文单曲《Donut》。《Donut》是 TWICE 首次推出的民谣题材主打曲，在圣诞节前夕，以这首充满温馨年末气氛和季节感的新歌来到粉丝身边，相信又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。那就让我们继续期待欧尼们的精彩表现吧。爱豆韩语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